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布鲁老师，欢迎收看我们超级冷车志好试车。在正片开始之前啊，要先来公告一下，六月份的新产品上架了，春游啊有备套，目前预购中，有大小两种尺寸，贴纸的部分也更新新的纸样，包含握旧盆栽，保证适合那些轮胎永远都留超过两指的朋友，以及销魂奥珀可以贴在你那胯下桀骜不驯的车子上。最后我们推出了贴纸大礼包组合，一共有 ABCD 四种组合，错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咯。正片开始了。参加耐久赛，你可以讲解一下流程吗？耐久赛呢，就是给你两个小时，然后一个号码，然后你们就是一组人，然后看你们可以让怎么讲？一组有分好可以好几个吗？他至少要两个人，他有规定说至少要两个人。啊、因为至少要交换一次，对。啊，最多可以几个？最多不管，你换越多次就浪费越多时间。他的就是看谁两个小时之内可以跑最多圈。那下次剩五分钟给我跑好不好？剩五分钟给你跑。拉快点，然后冲五分钟这样。然后你刚好看到他的起跑非常的特别，对不对？那个叫做利曼式起跑，就是车子摆一排，选手在另一边，然后枪响之后，人跑过来牵车跑出去。因为最早的耐久赛好像就是法国利曼那边开始，所以延续到后来，就是耐久赛都会采用利曼式起跑。哦，今天应该还蛮平和的吧？别人快得很快，好不好？哦，对啊，就很快啊。对啊，我们几乎就是没有准备，用观光的心态来参加。对，然后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因为耐久赛可以骑两个小时嘛，大家分到了至少都有半个多小时，就你可以把它当练车。现在换车，耐久练习赛，哪里有格子啊？绿色的中间，一二三，这是我们耐久组别的感应器，竟然还在我手上。他车上挂的是他自己真鲜的感应器。耶、yeah, 他来了，现在要做的是到时候不会发生的事情，就是我要把这颗感应器装上去。熄火熄火，干，你不要按这个啦，按这一颗下去啊，上车啊，等一下我挂感应器哦。干，我不会哟、哦、发动，看看好，拜拜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换手超亮光的，怎么可以烂成这样？一个直接关电门，然后另一个不知道发动在哪里。不要关那一颗，你用红色那一个把它按掉就好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排位，可以再练习一次。现在是练习啊，等一下还有排位。对，等一下车子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计时器换过来这台车，这台车才能出发。好，我们装的超慢的。哎哎哎！不用换人，还不会换车比较麻烦。换车比较麻烦。对。带快一点，力气大小力一点。对啊，就大小力。然后走大圈一点啊。然后这个就是你看到没来不及了，然后我现在就回来。然后。应该刚刚只有你看到、嗯、就是打地板就是在那里、嗯、大家都会挤在那里、嗯、所以我们今天晚上、你可能要去对生一个地板、跟你说你还要等多久啊、你如果不行你可以摇头。嗨，好久不见。Hello， 你去大甲骂那是干嘛的、啊、在那边就是在那边微笑。那你笑一整天，脸皮不会觉得很僵硬？会，累死。你知道我们排位排第几吗？第二。最后。耶耶耶耶耶！自由进步的空间万岁！烂死啦！
说他要下场。有在运动对不对？有吗？没有。打男朋友？打你啊。然后呢？他骑去哪里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根本没来看。对，反正就是当练车，不用有什么压力。跑道上知道。他如果觉得不舒服还是干嘛的，你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举手，对，举到有我跟你挥帽子为止。你不要自己举手，然后没有看到挥帽子你就下来哦。对，你下来，然后你在那里还要走进来叫我们说赶紧拿完人呢。这个餐你们这个就很帅。是吗？好，好。然后就想要出国比赛那一种。是啊。不要再讲出国比赛。可是人家不是说从十几岁就要开始练？搞不好你有天分。我们都是这样路边捡的。都是缘分。还有连结放在这边。对对对。把职业拉低比赛的门槛。就随便谁来加超级的车队，我们就带你去比赛。没关系，不会骑也可以。看得到吗？我有看到，只是两岁，我不帮他们签三十啦，因为原本是三十啊。但是我有看到的话，就上。那二十你有看到吗？我觉得心情还不错。可是很多人摔车啊，你应该都有捡到吧？啊，没关系。我好久没有跑步了。我刚刚从这边跑到那边，是不是就累了？差点没跌倒，忽然一个 moment 忘记脚怎么用。比赛就是来认识自己的。哎，又摔了，又摔了。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很邪恶的说，耶，我们没有最后一名。耶，不要最后一名就好了啦。对啊，我们就是来力拼不要最后一名。对。客家批板，干嘛？超烂！不要这样，眼神涣散。职业三峰是吗？有，勉强啊。嗯，我们的。
什么？他呛我什么？我听不到。他说你起经验去了。有吗？没有啊。你看我才第二次就对我不耐烦。没有，其实第一次就有一点。你那有颗痣哎、欸。对，发现。要特写痣啊。才你也有痣啊。那他不少哦。这是痴呆痣。到底要不要帮他弄一套皮衣啊？弄啊，开放赞助。对，连接在这里。对对对，赞助连接。对，身高162，对不对？体重65。对啊，是的。白色安全帽现在在左弯的，嗯，进来，预备 ，Go Go Go！我们完赛了，耶！这胎是新的吗？没有啊，从我们那边黑湾练车用到现在。回来了，院长。说哎，刚好我刚刚在接触的时候掉地上，然后呢，代表它就是快掉了，然后一路成回来。这扣子断了、啊。对啊，断了、啊。Amazing！ 哇靠！哇！它居然撑到回屁股，然后。脱落掉在地上，它是一个有良性、有灵性的 GoPro。那这次赛后呢，你有什么心得感想吗？心得感想哦，就是我们平安的完赛了，觉得非常的开心。然后要，其实我们就是想要示范给大家看说，说参加正规的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困难。这是正规哦，算蛮正规啦，就叫台湾机车锦标赛啦。国家级的比赛，那后面那个就是那个叫做赛道日，他们其实没有在比赛。那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练习，纯粹就是玩，然后骑，他没有计算成绩的。但那个比较贵，因为那边赛车场比较大啊，场地费本来就比较高啊。其实参赛门槛真的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高，然后胜负跟输赢其实真的也没有那么重要。很多人得失心很重，会觉得说啊，我又不会赢，我为什么要去比？啊，对啊，总是要有人来输嘛，输也可以很开心啊，我反正没有想要赢。好，我们的选手骑得很认真啊。然后像今天那个谁啊，翔翔，我问他说你能不能撑40分钟，他说我也不知道，就骑到30分钟，我看他就是不拉稀，我就赶快把他叫下来，对啊，然后下来之后不是在那边抽筋吗？所以他今天最大的心得就是30分钟会抽筋，所以比赛除了输赢之外，你可以更认识自己啊，我觉得很正面，对不对？对，就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。玩车玩那么久，没有比过赛，不是觉得说不过去吗？啊，像你这种根本就还没开始玩，就已经想要比赛了。等你训练我。超级人绝对不会说不。大概就是这样啦、啊。好，我是布鲁老师，你们的支持与鼓励是我们持续制作有趣影片的原动力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